这个，对，这个都是，那是谁拍的？那你拍的已经很不错了。都是用 iPhone。我想现在手机其实 OK 了，但我意思说，构图不错了，你就这都这是在那个哪一个医院？哪医院是哪一年的？我写年份哎。也没什么了，就大概像这都是细微。我跟你讲，照片除了拍之外，其实去回到那个剪接软体去小修还 OK 了。所以说你要去残筛，我他就不准你修太那个。那否则有一些我觉得说自己稍微试过，像你这上面，好，这再大概再低一点都 OK 了。这天就新闻照片会很重视构图吗？那个专业的摄影，我本身不是新闻摄影，我本身是文字，可是专业摄影他们也是会比的、啊。哦，这样。可是问题是，新闻照片有时候一般来讲，突发新闻的话，其实拍到比那些构图更重要，就是你有时间才会去帮忙构。这在哪里？看到这个椰子蟹。高雄。高雄有椰子蟹。布蟹，保护那个椰，这是椰子蟹吧？你是对对，你在哪里？这是那个你的工那个八卦吗？是在高雄的后湾吗？肯定那边哦，哦，那很少，那你算运气蛮好的。对啊，我看到好多。对，他这运气蛮好的。这蓝屿现在还有，可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少，因为当地人也是有在吃。这个也是低角度拍的啊？这是低角度。没有，他正面，你这应该有稍微修色吧？我有。啊，对，有做那个多 OK， 我跟你讲多 OK。其实我跟你讲，那个只要你不是去比赛，我觉得不用去太介意，好像说。非得什么原汁原味，我就不用把自己绑在那个地方。哦，这张也不错。这张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啊，近一点，因为既然是拍这种，它当然全身姿态很重要，可是更重要是那个表情。你回去，你晚上你自己去弄一下，你就会感觉出来。哦，这都不错。其实这个东西都 OK。在哪一位？这个是这是谁拍的那个、啊？你自己吗？这一镜到底还是？对啊，一镜到底，我是第一集堂客有戏。你就一镜到底，然后再把它上传就对了。有剪接吗？没有。自己就要像刚才去练个分镜，然后那个一般的电脑有 Movie Maker， 然后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问题就是画。荣兴花那个。画。你是荣兴花还是在录？自己的那个，对，好，那你的问题在哪里？我跟你讲，拍东西的时候，你有脚架用脚架，没脚架找个东西。越来越你要小心哦，现在很深哦，好不好？然后因为你一直晃的时候，对于看人就是很痛苦，基本上稳定是拍的东西的第一步，就是稳定不晃。第二个可以动吗？以外，定，你就是要拍什么东西，你最好是有的。维持个四秒，不四秒，五秒到八秒时间是不动的。你要让人家看得清楚。我觉得要往回走，不要再往晃就不用讲，一直晃一直晃那个，一直晃一直飘来飘去那个不用讲。那我除了不晃之外，稳定之外，我镜头拍个东西就是要四秒到。你看是不是？我相对比较看得清楚，他在做什么。可是当你一晃，一下子拍左边，一下拍右边，就会乱。它这个震动，那个后面软体可以修吗？他顶多帮你办，所以晃你一定是要在拍的时间就要解决掉，不能那个不能仰赖后面，这个是都是你 ，OK， 好，都不错、啊，好那种光影的那种感觉，透光的感觉，对，我觉得都没关系的，其实慢慢，我想照片就是这样了，你拍这次刚好，但是你可以知道这刚好漂亮在哪里。下一次就是用技术去抓到这个刚好，那个就是技术的练习，这都来不错。那对，不过对焦跟对在那个，这稍小事、有还是有加的，我们这 OK 了，这 OK。那这种的话，我会跟你讲是说，利用剪裁的方式来放大，看更清楚。哦，就不必说，因为你可能就这样拍就这样直接拍，那反而
既然你要已经用这么精要的让人家看清楚东西，为什么不用剪裁的方式，让它变成蛮花呢？是不是可以看得更清楚？搞不好瓷砖是师傅鉴定，对啊，他主要是看瓷砖啊。说那个大小，那个怎么样？哦，好了解，好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那我跟你讲，等一下，对对，可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认定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瓷砖的是多大小，因为瓷砖规格太多了。那一般有人像我们男生，鞋子、打火机、烟，如果有像一般有人在抽烟，因为这是标准的尺寸，打火机就是那个规格，烟就是这么大。那没有的话，就其他的，比如说一支笔啊，一笔，就是你要找出人家公认的。如果你要做比例尺的话，你要找出大家公认可以知道的大小东西。像这瓷砖，其实我讲一下很，没有，对，就是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那个，还有这是谁？这是谁拍的？郑家，你拍的 ，OK。夜间摄影手机嘛，夜间摄影有时候手机的对白跟那种，不过 OK 啦，我们新闻的无所谓吧。哎呦，哦，那个郑信哲的哈，像这个哈，一个小技巧，你不要对到这个脸上，先对在先对在这个白，我说错，先对这个白的脸上。然后再去拍，因为你现在变成是，因为他现在把你抓是在这个人上面，所以这个这些过曝，那你可让这个清楚一点，因为你想要拍是呈现这个嘛，让它清楚一点，然后让人的脸稍微黑没关系。那可是我跟你讲就是啊，这种有一种特殊的效果，你懂意思吗？好像白色的冤魂幽灵，有时候看你怎么去看那个东西啊，就是对啊。这个都 OK 啊，像这个的话，有一些可以，你这是拍纸的拍痕，知道？像有些东西，我所以就知道，拍的时候你构图能构图，那不能回来真的做后置做一些小裁切，像这个半颗头，是不是？我做裁切线把它裁在这里，是不是？这张照片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哦，这个。当然你在现场，你能选你就拍闪掉，不能闪，其实。我先讲，你不是在比赛，所以回来做适度的裁切修饰，我觉得都 OK。那如果你要比赛，它都会有规则，不准修饰，不准裁切，不准什么，那你就照规则。可是我觉得照片回来做适度的修整，再抛出去，我觉得那个 OK 了。然后这前后，不过你因为你这相机没办法，因为前后景，哦，其实可以前面清楚，这个人可以让它稍微。这都 OK， 就这个刚才看过，好。消遣，你叫消遣笔，这是，宠物，拍宠物可以近一点，然后宠物不好拍，你这都是静态的，而且，好，另外一个那个拍宠物啊，不要下班拍，因为这是晚上靠灯光对。白天拍，利用阳光，那个阳光光线充足的时候，宠物在动态的画面可以拍得很清楚，就比较清楚。你如果是靠灯光，其实灯光里面刚刚亮，其他是靠暗，所以你拍出的东西都会变模糊，或者你看日光灯就会偏绿色。所以有时候小技巧就是说，你拍真的想拍一些动物的话，利用白天上班前，然后把一些。然后到客厅，然后把那个窗帘打开，那个你就利用自然光，你可以拍出那个毛色，那个动物，甚至动态你都可以去拍，手机都可以拍得成。那你就在晚上利用灯光，就是那光线它会决定你非常多的拍照的那个限制。我这张就不错，这张也蛮好的。可是这张我觉得你相机有一点小小失焦了，就是相机你拍的时候，你一样手机吧。相机，它是相机哦，傻瓜，没关系，傻瓜 ，OK， 相机蛮好的。傻瓜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就你对焦的话，两个地方，一个是对眼，就是像手机你可以点一下，眼睛那边点一下就对焦在眼，或者是舌头，都可以，因为这是它比较俏皮，所以就是看你在哪里。我快一点，因为它好像还要那个。这是
这是哪一位？哎呦，偷拍哦。不会了，其实我觉得 OK 了，因为我想说，看你怎么用嘛，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他，你觉得 OK 了，不要，我觉得说不是说弱势的就不能拍，不要这样。你摄影如果自己有心脏的话，你什么都没办法拍，心脏就是心理的障碍。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本于善意，哦，本于善意，我觉得很重要。你今天去拍，纵使是一个弱势的，你可以多想一点，然后你告诉自己，我是想要透过照片来帮他，如果不能帮我就不放。那我能帮，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能帮他们做什么时候，我就来放。哦，比如说你看这一张，哦，这没有，像他这个的话，我会怎么拍？我当然这可能没办法够。如果有，我会从这边，假设这边有个光线，好，你知道吗？如果这边有个灯，有什么的话，或者这是在哪里？就在捷运，也会在这。就说如果他后面有一个光的话，我会等光过来，我拍这个人，然后拍后面的光，我就拿来用现在新闻，哦，强光照射。不要笑，就是我在讲的那种，你懂意思吗？那基本上像这个很安全，就是说我没有拍到阿里。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是一位街友，不要说有名的，就街友。那我刚好又利用那个光，你懂是？我这样拍，大家觉得稀松平常。哦，不要说稀松，就是比较的。但是我一旦有那个光出现的时候，是不是结合性有点？所以我本来是要给，因为我 FB 有时候会这样，就是说照片我常在拍，可是我讲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家对那张照片的，不管是赞或反应的话，是牵连着现在的时事，就是那个整个社会其实对那东西是有感觉的，你那照片就会很容易引起共鸣。但是你那照片不是说我现在谈游民，我就突然丢张游民照片就街友照片这样，而是它借一个光，那你怎么去扣到这个东西上面去？哦，就可能就是我们讲的照片前的思考，是不是拍摄主题故事性？哦，就不是说你随便拍，我觉得可以了，我觉得可以。那像这个的话，我觉得说这都可以采。第一个，你的水平可以再拉一下，然后这块不要留那么多。然后我说一句实话，有时候弱势者，怎么用你自己再衡量再看。有时候逼人家去看弱势者，其实是一个很冲击的事情，你懂是吗？很冲击的事。那只是好不好用，该不该每次都这样用，我觉得可能自己要去衡量。这是在哪里？在万华那边吗？哦，对，这两张是。哎呀，我觉得这个可以。如果你因为你如果是常在那边进出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记录了。然后基本上我想说，反正什么时候贴上去，什么时候发表，我觉得在那个嘛，然后可以那个。这是这也是嘛，这不是私密的啊。同一个是的、啊。是你的 OK 好。啊，你还做了影片呢。他这个活动，哦，哎，你自己有在做 ？OK，OK，OK。你看，你镜头摄影机摆了，人稍微偏出来一点，让他看你的眼睛，不要让他这样看着你的镜头，是不是？你看有没有？是不是他这样就是有点眼睛，眼神就是有点怪，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在看你的镜头，所以你就是要脸过来，然后很明确告诉他，你看着我，看着我姐。他就不会看镜头，好不好？我看不完。这是，这是你吗？谁？那谁？哦，不错，嗯，这个第一个这角度就很棒。那个有时候拍小，哎，你都会选这种蹲拍啊？我喜欢低角。啊？我喜欢低角。哦，低角哦，就是那个那日本电影那一部叫什么？110公分的，看过吗？哦，那部多感人，回去看一下二比较好不好？那个女朋友，那个长盘贵才是谁？红姐是谁？谁看过？他女朋友，他喜欢那个女生坐轮椅，然后那女生一直抱怨说那个男生就是那个、哦、日本那个什么那个很有名的叫什么？好开心啊！反正抱怨男生都不了解他了，都不懂他了。然后那个男生很爱那女生，可是永远觉得都一直有
有那个，就是老是会出一些 trouble， 比如说去撞到什么，去弄到什么，弄到什么。然后一个女生是上半身瘫痪，就那女生就说你永远看不到，我看不到。就那男生，就像金城武一样，要拍雨嘛，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最爱，他就开始去坐在椅子上，然后用那个高度去拍坐轮椅的看自己，然后用这样去分析他为什么下楼梯不好下，他为什么看到一个人，他会看到什么，怎么特别角度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看，就是他这样照片拍出来之后，那个视角看到那个东西，他看到那个轮椅的人看到的世界，然后他从这样的照片里面，他去体会到那个女生，他爱的那个人，看就说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的人，所以那个故事很感人，就是，可是这张站起来了，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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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一下，看一下，没有，其实都 OK 啦，其实都 OK。那像这张就很棒，小孩子的照片嘛。其实我跟你讲，就是，我还是跟你讲说，因为你们比较喜欢是拍完就是直接po上。那我跟你讲是说真的，现在那个修图软体真的不是很贵，就大概像我用那个 HDC 那个，那叫什么 HDC？ HDC 就这个嘛。哦，那个大概现在网络买一千多两千就有，可是非常好用。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买，既然你照片都已经。HDC 像这其实专业版的8，我讲我买好像才2000-1000多，我会建议既然有在拍的话，因为这软体其实全家都可以用，我觉得买一套，然后自己去修，然后去弄，你照片就比较像，因为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如果这一张构图让它再 close 一点的话，其实就很棒。所以我们如果以新闻角度，是不是平常拍小孩子不能随便上去啊？有没有这问题、啊？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目的是善意就无所谓了、啊。其实照可爱的什么的，不会啊。其实有的家长也很想要小孩子被拍。我们碰到那种圣经摆在那边，然后你跟他小孩子来五次，他家长会说为什么把我家小孩？对啊，就是有跟你讲人看人呐、啊，那我用这个做。然后我跟你讲，大概那个。反正我现在估就是三十岁做上下，30岁看到摄影师越走越近，那35岁或30岁以上看到摄影师越跑越远，大概就这样分。这是在哪里？是谁、啊？是谁？在尼泊尔。哎呦。嗯。很棒，就非常有动感的照片。嗯。你去尼泊尔吧。啊！到处跑、哦。这是机场。哦。你这个不是长铺哦，这是用高ISO拍的。啊，你是用手机的相机？有的是手机，有的相机。可是你基本上是应该会拍照的，这个。我照片怎么可以说？对啊，你构图基本上都没问题，很漂亮。就是我讲，重要是什么？其实这已经不是构图。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你的照片棒是那个味，那个感觉，那个味道，你懂意思吗？就是我刚才讲那种照片的延伸感，你懂意思？你看哦，你不要看到这根手指头，这样一比下去的话，那个整个照片是，你开始一直在好奇，他比什么，是不是？然后这个都是，哦，那种笑。你会好奇他在笑什么？就是说，那个照片不是只有单纯的里面的漂亮的影像，而是那个味道已经在发散。这个都是，就不知道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帅哥还是，没有，就是那味道都出来了。对啊，没有，我觉得重要，我不知道正面是怎么样，可是我想说，背面这个物件其实就是一个拍照组。哦，这样。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他还怎么说？这小怎么说？说你照片哇，厉害！这都很高层。这相机吗？还是？相机。你本来就玩摄影的。没有，可是我觉得你，不知道
知道这个都不懂，我也不是专业者，但是我跟你讲是说，就是那摄影之心或者是摄影之眼已经有了，对，这是你的吗？还是谁的？你是 Anita， 那我找那个后面同学好吧，因为我这样怕时间已经过。是我的，哦、这里的啊，来看。头切一半。对，因为我这是影片截出来的。哦。我已经很久不摸相机了。哦，你用影片截，那你可以稍微对一下，因为应该还是可以截到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整图啊，我还想拍他那个烟呢、啊。哦，你是在你有在？我是 paper 的。哦，你就跑到现场去了。哦，这灾难的就。OK 了，这都 OK。你是用什么影片？你可以截到这么近的照片？没有，我就是最便宜的 JVC 的那个。哦，可能是因为在这上面小，要不然这照片算截的蛮清楚，都 OK 了。其实这个东西都就因为这种东西本身它就是以现场的那种。就是主要这个是最后拉远看，你也很难说到。我有影片啊，这是谁？这是客家吗？你是客家？这个是中国。我到中国。这是坟墓、啊。这不是墓上面的那个吗？这客家也有这种习俗啊。哦。哪一省？哪一个？你爸爸是？长萧汉寿。你爸爸那边的。哇，这都是不是木头的吧？这个就是城市，就在公墓里会烧的，然后就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就它是塑胶，就在里面烧的。那人民币在也在烧的。我说我们讲的，你看到两个哦，你看哦，就是我的意思说，不要，这当然要看场景。像你这样的物件插在这个坟上，马上就看出来这个东西的用途，空间感就出来了。那你知道吗？这样。就必须要说明。那如果说，哎，这个东西有刚好在墓旁的话，那种是不是那个故事性结合度就出来？那这样只是说让人家看。那其实我觉得，我因为你这样不知道说那个，那像我的话，我反会去拍这个是假的人民币要烧的。对，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那个丧葬文化，其实我这种麻将文化，玩牌这样子，这 OK， 这都不错。我只要，要么就是让多留一点，然后要么就是把它剥裁掉，没办法，就是这边留的有点少。哎，这边几点要关 ？OK， 好，哦，这张不错。六块。哦，你看没有，就是那种柔焦清楚，然后后面这是相机拍的吗？对，做的不错。这个是，这哪位 ？OK， 你是有在荒野是这样？没有。现在就觉得好变色。因为上礼拜看过，上礼拜。我就觉得你好在那个自然步道还是很难，这是。水平有点歪，不过还好。然后你像这样的照片，哦，不是，当然你这站的角度好，可是你可以再斜一点，因为这个人是最突出的，是不是？那你这样拍，你这样看不出来你到底你的主题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个，是不是？你如果你从这边再一点的话，你让它突出来一点，就靠近这个突出来一点。那或者你现在刚好是要拍这个，也 OK 啦，反正示范。重点在那字上面也是可以的。OK， 不过你的水平都有一点歪掉了。因为太高，哦，你没有看镜头了。哦。欸，可是相机不是有那个可以？你那台没有？可以掰下来。太久了，不记得了。这水平也都软体都修的都很好修。可以啊，那个都可以旋转，那到事后都可以了。其实照那个照片的话，事后
都 OK 啊。现在还有出那种最傻瓜的全焦相机，更恐怖，根本拍照都不用对焦。像这个，你如果用浅镜头的话，其实这个会，当然这样也 OK， 可是就是说要拍比较有景深，哎，对，就景深，就是景深可以不要那么深，然后到后面糊掉，这个人这样凸显出来，其实这样感觉也蛮不错的，好，这样不错，嗯 ，OK， 这样不错，那这个的话，其实一个是特写一点这个老人家，其实老人家白发。有点味道，然后那个脸，然后那种专注的神情，然后像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旁边就是看你啦，一个拍的时候你可以取舍，一个是我还用修图方式裁出你要的那个面积来。不过你拍的时候，我们今天还是在练习到你拍的时候构图就要先构好，不是一直在想说我后面可以修图，然后就前面就也不要这样，因为我觉得构图是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的一个工作，那拍久它会变成一个小本的感觉。这个是，哎，这看过了。OK， 这谁 ？OK， 我那个国道上面有的嘛，好，非常漂亮。就夜间的灯光，然后。大概这种天要明，天要暗不暗，六七点的时候，夜间灯光跟后面的那种背景其实常常可以拍出这种。我们讲双色温，哦，在那个照片上面，什么是双色温？蓝色的天，蓝色的冷光的色温，然后橘红色灯光的色温，它会有一种产生一种对比或一种温暖，或者是就看你的那种搭配了。有人会怎么样？像有人会拍村庄，很远地方去拍一个村庄。这种天，这种光，六七点的时候去拍一个村庄，很大的蓝天，然后下面一小小的一个村庄的灯，你懂意思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冷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小温暖的光线。然后也有像这种，就是让橘的部分温暖的色光是，你看它占满画面的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然后留下三分之一冷色调去衬，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拍照的一个搭配技巧，利用色温的搭配技巧。那基本上，这个没有照片清楚，哦，像这都是很漂亮的那个感觉。这个是哎，你的光线不错，光线感。这是那个大巨蛋。哦，对啊，这是。好，先生好。好，哎，不错。不过你字是不是没有对？你焦是对在字上面吗？还是？应该不是。你是故意？没有，就是没照好。哦，没错。要看你吧，就是有。如果要拍在告示牌，你就干脆把它拍清楚。那否则，一个告示牌做前景是比较那个，而且你又这么大面积，那否则就干脆就是。直接抓后面这两个这样，不过你的光线感很好，这是刻意还是刚好？刚好，然后就觉得那光线感，光线，什么叫光线感？照片有了，可是那个西洋画里面一个叫米勒，一个后印象派，非常后印象，一个米勒，你去看他那个早期的前印象派，一个米勒，你去看他后期的作品。他就是在给你看什么叫光线感，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很多西洋绘画其实是你摄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工具。好，还有这是哪一位 ？OK 吗？你乐是你常去吗？嗯。就你这是就最近的吗？这里啊，自己跑去啊，有活动，有活动还是自己去？就是去。这是在
那个以前那个阿伯的那房间，对吧？其实哦，追到我的有没有？那谁觉得哪边漂亮？是吗？这张就是很多东西搭在一起了、啊。第一个，他利用这个前景墙，然后这边是阴暗，然后中间一道光，然后更刚好是中间那道光里面又一个轮椅，你知道吗？它已经好几层，那层跟层之间搭配的非常漂亮。那重点是它景深够，这房间要用深景，不能用前景，因为它用深景，然后胶又刚好抓到在这个，是不是黑点上？抓在上面，它就是你是用单眼吗？还是像就是一般那个？所以那你胶是对在这边的，大概是对这个。所以你看它变成这景深是够深的，然后这个是，所以这个的深邃感，这个的深邃感会出来，是不是？那个走廊走到那感觉出来，走到感觉怎么？这我真的感觉是这一块，这个马路去弄出那个深邃感，然后这面墙让你看得出来那个。就这张是一个很棒的，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是，我这样讲，乐生不是一个，我不是说它不光明，乐生是一个充满悲伤，跟很多东西一样。其实有时候雨天去拍乐生，其实味道是对的。我很喜欢阴天或雨天，不是说它那边是很阴暗，但是我意思是说。那个地方你真的要把拍到那种什么，哇，很活泼啊，很那个，那个地方就不是那个味道，它就是一个很安静，很有历史悲伤，很有等等等等等等，哦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对对对，其他这个还有一个很强雨的，所以这路是亮的，有没有？刚好是水的感觉，然后光线下，所以造成这块路也是亮的，所以等于它这张照片搭配很多东西，这张照片很不错，然后。拍网路，我跟你讲一个小技巧，好看的照片一张就好，不要好看照片就不要30张一起，好看你真的觉得那张好照片，让你自己都有感动，一张，去写你对那张的感觉，然后放在 FB 上，会比你放好几张会那个，因为人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好像是一个小心理学吧，就是按赞的东西，你要给他一秒钟的冲动，如果你给他看10张，他只要看到。一张不好，他就想说算了，不按赞。所以有时候好看，你觉得好看，这一张水平有点歪，但是这一张我觉得其实跟你一样，其实我觉得你拍那是很多这种通道，其实你这边不要那么多，这一块，哦，这都是一个小的那个，哦，这个也可以，对，就是那个深的感觉，就是那个出来就是。欸、班长，那你这样，这是谁？啊，看一下，要不？这是哪里？嘉禾。啊，嘉禾，哎，嘉禾怎么这个圆洞？对，他走过去的路上。是那个柳承泽的岳父的阿公家吗？知道。哦，拍到，对，就是这个。其实后面是漂浮在这一间，我那时候本来想去空拍，有空拍了可是不好拍。其实漂浮在这个后面，这种日式建筑的建筑，其实日式建筑漂亮是它那个后面的那个木头木房子的质感跟它的那个后面这一块，像它这个，就那个是你是用相机。手机，就那个深的感觉没有出来。像你看刚才那个，就是景深够深。你对焦，你这个时候你对焦对哪里？对在这个后面这个点上，把它点一下这里，然后甚至有点把它压低，压低了干什么？因为压低相对变盘，它就会比较深。你如果那个手机你稍微面亮，它景深就会稍微变浅。一个小小技巧，这样子，这个 OK。它反而就是利用，我觉得这是一个效果。其他很深，可
可是你就到后面故意，因为你后面是突然亮起来的地方，因为你在这边你拍的时候是有点暗，后面过谱反而去凸显这个的红。哦，你懂意思？这有时候是有那一种过曝效果的那种颜色的，就不是在我们讲的景深的那个，而是那个用利用颜色的效果。这就拍剪影就太乱了，拍那个又不明确，然后拍脸又太小。这个 OK 了，但是这个的话，其实这个的话，一样，如果这个圈圈的部分可以让它再暗一点，就可以比较看出来那种动的感觉，就不会这么那个。那一样的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退后一点，退后点对焦，对好以后之后再往前。那因为你退后的时候，他看到要动，他的那个光线会减下去。那你骗手机之后，再往前去按就按住的时候按下去，它就会这个稍微会黑一点。就有一些小技巧去骗手机了。因为手机它是自动对光嘛，但是你就利用那光的那种。你在看这里。啊？好像没有。哪一个？好像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它存在你电脑的。还有一个是这个是最后一个了嘛？哪一个？电脑是。一点。一点。这个。对对对。在你的在下面在哪里？在下面。在哪里？还在下面，第一个教的。下面啊，好吧，那个，我那做通口的，等一下搞几个龙门。那个，这个生态的，好了，你不用讲，你光这样就已经，你这是单眼的，对不对？手机，你是哪一个牌子的手机啊？哦，这个是哪一个牌子的？可是细致度很哦，厉害，哇！你这是白天还是晚上？你太强了吧，这是竹节虫。这是不是？我问天神说，这是那个马路是不是？炖瓜牛。是在哪里啊？马路是五方那个。这个暗一点，其实像这个都是因为。够暗，所以它就比较显。但是这个哦，这个就非常的，不错，这个蛮漂亮的。我是我们的定观小组的。你是？我是楼下有一个定观小组。哦。就是那个，那他们说那叫什么？那个。这个是蛇哦。也是瓜牛的，什么那个叫什么？蛇猫是文猴。哎，你们这张真的厉害，这张。就它的胶非常轻，哦，然后整个那种颜色，还有我跟你讲，其实出去看到一个东西没有，雨后，其实我跟你讲，雨后真的是一个拍照很好时间，真的下雨快点相机拿快出去，因为它会造成那种非常多的景，它会把东西洗得很亮，它可以让你拍出那种倒影的水面世界，像你拍马路啊，你可以在雨后你可以拍到那种倒影的那种城市哦。就是你要利用雨后的时候去拍，但是不要，要保证不会再下雨，不要去远就好。OK， 还有哪一位？我的在下面。这是。这是影片。OK， 好，那我就直接看到那个好不好？那个。这是你的吗？因为这样时间会来不及。你在拍什么？利用用丘比亚，利用用丘比亚。不是，这个是单眼，但是因为他那天的那个光差太大了，能挑这张大的，看不到全。OK， 那个反正如果更升级的话，其实带灯，闪光灯，闪光灯或者闪光灯其实有时候不好用。其实相机的时候，你如果敢的话，拿那个我们一般讲那种外面现在在卖那种探照灯，去补光都 OK。其实有时候我像我也有啊，有时候我不见得我出去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闪光灯我会拍录影跟那个相机嘛，所以我干脆不带闪光灯，我就直接把那个探照灯带着，因为你要录影的时候它可以补光，你要拍照随时它也可以补光。你去之前没有想到什么？没关系。
不是特写 OK， 但是我觉得这胶要堆在这上面，因为你现在胶堆在这个上面。OK， 没关系，就是一般我们人的视觉会看东西，第一个会长刺啊。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对在这个。而且现在已经老花了耶。啊，不懂啊，这一点。好，这样就这样也不错。像这个的话，你看这边就多了，其实让它再过来多一点，对不对？让它手的位置，在大概是不要那么靠边的，就等于在这个位置，你知道意思吗？如果我拍，我会把它拉到这样。然后边边在这里，这张手，你看他其实这手的姿势已经拍出来了，好，这个地方就可以比较有那个空间感，而不是说直接已经卡在这个边边上。我就是等于，不过因为你这是临时拍的，还是瞬间的动作，哦、好了，这就不错了，好，这很漂亮，就是我们刚才讲前景深，主题明确，好，后面是散景，好，这个照片上这就是一个很有感觉的照片。我的话，一个重要是这个人，那个不管是匠师或者老的那种手，对，那个手是非常有感觉的手。对，然后你看，你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讲有故事的照片的。好，一个老人，这是做什么？他是那个修正中国古建筑。啊，他本身在做这个的人嘛，对不对？对啊，你就可以全世界大概只有。OK， 好，就是他做这个修正建筑。做了20年，光这张手人家会相信，你懂意思？40年，所以我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一张印证的照片或有故事的照片，就是在这里。好 ，OK， 这个不错。我说的，他可能上了太多的那个，就是一直那个木头质感没出来，要不然其实这个东西出来那种感觉是很棒的。后面有一个有打光的。这张也不，这也是秀珍的嘛？对。哎，那不错啊。你看，就是一样，你是用手机相机？相机。前景深。这一张后来是有，因为那是专访嘛，所以后来摄影师去有打光才有办法。摄影师。对。他因为他是。这不是你拍的吗？不是，他另外有那个录影，他是那个桃园文化局要特殊那个。那这个照片是谁拍的？照片我拍的，他打好灯光。哦，你说对了，我说是有打灯，看没有 ？OK， 你看有打灯是不是差很多？是不是？而且你看，我觉得这个厉害是在怎样？这甚至也很会打，他灯是从这边来，对，所以你从这边拍摄是阴暗面，对，可是就造成一个很漂亮的效果，是不是？打灯打光不一定就是打顺光，对，啊，不一定打顺光就是，一般我们很喜欢从这地方打，就很明亮，可是这会整个平掉。可是你看我反过来，我反而用这斜度来打，我让这边暗没关系。可是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因为这边的亮跟后面这边有一个距离，所以它会造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距离感出来，是不是？如果我光是从这边顺光打的话，这个狮子会跟这个建筑是贴在一块，这打光的人算是蛮有技巧。那如果你这样抓也抓得不错。小事焦，但是如果焦再轻的话，一样，后面整个暗掉，这个会变得非常的亮。或者还有一个是小技巧，是把你的那个相机的 EV 有一个叫 EV 的东西降一格，让这个更亮，你懂是吗？它会突然那种感觉是变怎样，在黑暗中突然发亮的一个，因为它是反光，可是它会在那上呈现一种发亮，因为你整个后面就是黑掉的，好，一个小技巧。OK， 这个就比较广景。OK， 好。还有哪一位？这个嘛，好。来，看一下，不要让大家失落。倒出来是方的。我看为什么你的照片怎么会方的？哎呀，我看到。对，我看到。啊？他刚才在那个。你点开它，它就做成这个，直接就直的，你为什么都方的？哎，没看到，是的，哎呀，哦，你去，好，来，原来是，哎呀，好，厉害，你这是高矮手，啊，对，高矮手，对，因为说你长时间铺到会晃，这个不错，这在北海岸拍那个
叶间的那个抓那个章鱼，很漂亮。你知道野白远钓的吗？没有，连石头可以对得到。石头哦，这么近的 OK。那个北岸他们那个有那种船，他这主要在抓章鱼，他利用那个在旁边打光，然后鱼会靠近过来，然后这样抓，然后很漂亮。现在其实大概也这个季节，五月嘛，对。然后还有看大家会兴趣啦，那个金山，但个别可以去报名，他们叫那凤威啊，啊变威啊，我去拍过一次，其实，想要练习也可以去，不过那个要缴费，啊还不错，那还不错。因为我最主要呈现的是灯诱。啊，对了，那个，他们这个有点叫焚祭嘛，就用灯。可是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张可以让他按一点。按一点。好，刚好这个可以修。好，这是那个金灯软体，你看了，这是亮的，对不对？我按一点。那个所有灯的感觉就出来了，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灯边的这些感觉都出来了？哦，啊你如果是铺的话，应该灯是亮的，所以你这样这张刚才那个设定是有点，不过我还是回来可以调，但是我们还是要练习，在拍的时候就可以抓住感觉。你正常是这样对不对？这是有点过，因为你对是对在哪里？你对在这个人上面，可是实际上你这个照片你只想要表现。所以你要牺牲掉那个人，我爸爸，我想大家不会那么在意他的脸，所以没有，这是照片的一个，就是说还是那句话，你到底想要拍什么，并不见得照片你要拍的时候，照片里面每一个人的脸都要看清楚，该牺牲掉该那个就是 OK 的脸，然后你看看，所以这张如果是我的感觉是不是有没有脸看不清楚，可是你看那些是不是哦？就是灯的感觉，因为你这是想要拍那种很多灯的感觉，不是那张那个单纯那个人，好，所以这一般是有这样的这种。OK， 好。哦，哇，你这是就是用灯用网抓的手法，但是在水族箱里面。在水族箱里面。哦啊，你这你有补光吗？闪灯，哦，闪灯可以打到这么漂亮是吧？真的蛮厉害。可是你这样打水面不会有反光吗？不会，就是。是从玻璃还是从水？跟水箱这样拍的，那灯光是很外。所以你镜头压得很近。对。你懂意思吗？他把他的摄影镜头压在玻璃上，让那玻璃不会反光，否则你只要镜头一离那个玻璃远。你这么多光照在那个玻璃上，光那个玻璃就反了一大堆白色，所以你在那个出去玩的时候，像出去旅行的时候，坐在游览车上面，外面风景很漂亮，有两种，一种就是把镜头贴紧那个车窗去拍外面，那你就不会拍到那上面都有反光或倒，那一种就是比较麻烦，不过那个司机可能骂你，就是拿一块黑布把它贴起来，有些外面有在卖，因为像我们常在旅行的时候，其实。你下车时间有了，但是很短。你很长时间坐在车子上，可是你总是在车子玻璃里面看到很多外面漂亮的风景。那不过问题是，车拍的话，所谓车窗的车拍的话，也只有在日本可以，在中国台都不用，因为基本上都那个司机都不会擦窗，你拍起来都会糊糊的。OK， 好，表示这样子。所以你本身就有在玩摄影。对。哦，对。那个。其实还有一种哦，你真的既然你在水族箱，你把它买回去拍，还是你自己在对，买回去拍在市场上，然后拍完再把它吃掉，它活不了，没有故意讲，然后残忍，没有，还有叫章鱼哦，其他章鱼有一个特性，它会变色，其实录影也不错，有它有放录影的，有录影的、哦，好啊，想你怎么那么清楚知道它干什么事情？OK， 好。好，这个非常有动态感。可以网子可以再压低一点，我的感觉啦，因为既然上面这个地方是有点，上面这个地方是有点
浪费了，其实反而是下面这地方到后面这个鱼鱼堆，哎、欸，那种感觉，不过 OK 了，这个 OK 了，这小小小小的那个，基本上没有很强，好、哦，是不是？那个叫做鱼堆，哦，你看，真真构图，这就很棒的构图，三分之二，我让你看这个，看三分之二，上面我让你看这鱼怎么来的，是不是？一般人可能，我就想说我要拍这个，然后就是到这里这样，可是这是很强烈的，三分之二。然后给你看上面，然后这就很有故事了。丰收抓了海洋的烂，抓了非常多海洋的东西。班长就行，好，我讲快一点。这个船的鱼舱里面的，冰嘛，这已经结冰的嘛，没有水。OK， 其实都 OK 了，其实这个都不错了，其实就是那种流动感，我等你。你知道 ISO 吗？就调 ISO。没有可是你这是在海上拍过啊？在岸边。那准备拍到对面的那个？对，刚好对面是双甲，一个凸甲。哦，一个那个。这会找地点，我这张很漂亮，一样，双色温。嗯。哦。有对景，有背景的、啊。哦，三，看见没有？这是很厉害的，这整个是黑的，然后突然上面又一层，然后天上变成光，然后蓝色的，是不是双色温？蓝绿色的光，橘色的，是不是？这张，这张很准的。还有，利用高 ISO， 就是它那种 ISO， 大家知道 ISO 吗？单眼相机有一种仪，就是感光度提高，你就可以拍到这种比较不移动的这种。哎，那你可以带班上的同学去拍啊，你这样。独乐乐。下面还有吗？没有了。好。OK。还有别的同学没有讲到？就是他看那个花枝的那个录影。我们那个还有几件事要讲吗？好，我就好，就这样，好 ，OK， 谢谢。